电视台这个消息的各界的主持人李天怡，两年前三立的总经理张英华甲委托帮动物园顽皮世界来进口到西牛、长颈鹿等等非洲的动物，结果李天怡伊自家伊的红世界的朋友联手，私底下设公司，以中介商的角色虚报到动物进口的价钱，侵吞台票大约700万。昨暝三个人拢用传去问笔录，阿爷红世面对着记者嘛做出着回应。希望不会有任何利用公权力干扰正常的合约谈判的现象发生，也请各位记者了解实际的状况，谢谢。啊，今日后边李天怡记者甲问讲，是不是去给因的总经理张英华甲清算？伊敢那回讲天气加冷，然后讲小心。啊，尾啊，这个李天怡翁阿某分别以50万、40万，伊的朋友是30万来交保。三立电视台嘛发声明，讲李天怡已经自行清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